看到努力不懈的萧亚轩。今天晚上音乐万万岁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热力四射的萧亚轩。
经不是那么好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聊，我真的很忙，每次都是这么说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，可是如果能够坦白跟你说，有时候你给我的压力太多，如果你觉得我付出还不够多，到底该怎么做，每一天都会是情人节，两个人已陷入热恋，哪一句话能够不接，每一次你都习惯抱歉，什么理由都变得不对，我又只看见，然后又是抱歉，然后又是笑意满脸，然后又说是我要求那么高，你也希望我没办法做得到，你爱不爱我还是我爱错，我怎么知道我们以后的结果，如果有点点的委屈太多，不如就分手，每一天都不是星期天，做完了梦谁在身边，电话响了也不想接，每一次都想我是独角戏，然后得到抱歉，然后得到眼泪满脸，然后得到自己送给自己自我欺骗，然后笑也不见，然后也不能说再见，然后只是一个不具任何意义话与话的中间。连续的这两首歌其实音乐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哈，不一样，嗯，是这个2006年的是然后2008年是冲动在三面小王，怎么会选这两首旧歌来唱呢？因为想要可以先分享，像然后是我自己就是跟倪子刚 Nice 帮我写表白的这个男生一起制作，那次就是第一次制作歌曲，然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。所以你刚开始在做唱片的时候，就是公司已经设定你是一个就是舞后嘛，就是因为你舞跳得很好，因为爱跳舞，我在比赛就边唱边跳，是我第一次看到萧亚轩的时候，他是唱慢的吧？第一主打的时候第一首是没有人，因为那时候是慢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觉得游乐园吗？对，然后很多那个是起起伏伏那边，然后你一直在那边唱歌，这样那个爱上起来，对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哎，这个女生很特别。对，那个时候 RMB 还好而已，他就已经开始在唱。我好喜欢你唱那个我呼我呼啊，蔷薇，对，那个好好听哦。对，好难哦，唱十天那首歌。对，因为新人哇，十天过于不及，一直要再查在。我那个你不爱我，我唱半年呢。对啊，薛中明，对不对？真的、哦。对啊，而且他那种半年不是说叫你每天去唱，他是给你唱了大概几个礼拜，然后说很好啊，过几个礼拜说你要不要再来
唱另外一种感觉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最后完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”因为那一天是除夕夜，除夕夜我还在唱《你不爱我》，那越唱越就会有那种感觉，越唱越悲伤，说人家都在过年，我怎么？然后他也是陪着 我了解那种感觉，所以有一些歌它是需要这个经历酝酿的，对，酝酿酝酿，对对。不过后来怎么会变成，就是说我们每次看到你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舞蹈的底子，对，然后旁边有好多很炫的那种，而且他那个舞蹈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就是。好像那个像爱的爱的朱大哥，爱的朱大哥，陈伟 House 很难跳、哦，那个 House 就是手跟脚好像不太一样，对，手走另外一个方向，脚往另外一个方向。那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好笑，我小时候是我学过一年芭蕾，很小。那时候因为我很不喜欢劈腿，然后老师硬抱压，就我就说，我回去每天就哭，跟我妈说老师好凶，我不要去。然后后来我就参加民族舞蹈。然后就跳了六年，在国小的时候，所以还是有底子的。对对对 对。然后小时候我觉得我妈是因为觉得我们太活泼，所以就把我们丢去钢琴班，丢去跳舞课。然后小时候就是在学校又当和声，就是那个合唱团去比赛，然后就是唱那种农家好啊之类的。然后后来就开始之后，其实就开始对我觉得以前音乐是我好像被家里逼去学，然后还有开始想要画画。国中的时候，对，我听说你很会画画，从国中开始画，一路就画到温哥华去。画画的时候听说是爆炸头，对不对？不是爆炸头，是因为自然卷，然后以前的洗发精，然后没有让我们有敷贴感，有没有？而且我们以前都乱吹，吹起来就呼，就这样子。哇，因为我好像有看过你画过一些，是你自己专辑里面也有一些你的小小的手稿，对对对对对啊、所以你知道他的手，我觉得真的很巧啊、哦，谢谢。对、啊，还是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特质啊。我有时候大家公司都会觉得很烦恼，因为觉得说我太随性。对啊，然后就会变成，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啊，你要主流应该怎么样？要回来音乐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不过呢，除了音乐之外 ，Elva 也演电影啊，有演过，就这么一次。对，有兴趣吗？你觉得？我很有兴趣。我现在觉得是可以去做别人。无间道，无间道。哦，对对、那我很想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做别人，对，而且当歌手都一个人，不同挑战哈。当歌手一个人，我觉得好，怎么都要自己来独角戏。来，再来就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好，好，叫做是这首新歌呢是《倒数》，倒数一起来欣赏。说太晚了，你不用走。其实我想说，可不可以不要走？唱你的歌未奏已经结束，突然我们都沉默。你不敢看我，讨厌这样，我们都有话藏着不说。你总是那么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。你不懂，我没你想象脆弱。热情结束以后。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就不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确定不是我，周末会不会就各自过，渐渐少联络，这样算不算分手，我会想念你亲吻你拥抱，但我不想欺骗我，讨厌这样爱变之后谁都不认得，情人终究不一定变朋友，越相互关心着越加速疏远了，别触碰我最逞强的笑容，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，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，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
值得你的爱，我确定不是我。是不是从前我们太懒惰，把人心往相反方向移动，直到看不清楚。你说出那一句谢谢你，眼泪忽然夺眶而出，快要不能自己，难很困难，再见要说的多快乐。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。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出步以前，找到幸福以前，我会耐心等候，品尝心事与寂寞。开始倒数，开始忘记，我们都爱过。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。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，并重新适应寂寞。开始倒数，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，我确定不是我。选择了艰难的路走，我相信这样是对的。哎，刚刚这首歌算是比较抒情的，对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就是唱着倒数，然后在 MV 里面是有一个桥段，是我一个人淋雨，然后独舞，然后第一次就是淋雨独舞，然后因为我说雨水就像女生的眼泪的感觉，然后你不知道你已经是淋雨的感觉，还是是在流泪的感觉，而且要告诉这个男生不爱我，请离开我，然后自己要一直倒数每天哪一天你要离开他这样子。其实这张专辑哦，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，是这个尤其是参与作曲的人真的是来自四面八方，真的要好好介绍一下。对呀，这个包括也有帮这个 Super Junior 写那个 Sorry Sorry 的，对，帮我不爱情展开这首歌是他写的，对对。然后倒数也是一个韩国人，是，对，还有钻石堂那首歌是帮Westlife、Britney Spears、Pussycat Dolls 写很多成名曲的，对呀，大手笔，手笔，对，真的是。不过今天我想，所有期待萧亚轩的朋友们，应该呢，就是等一下听到很多精彩的舞蹈，不是听到，看到很多精彩舞蹈，听到他的新专辑，我想每个人都是在期待着。再来这首歌就是新歌，就是主打歌嘛。是，这首歌刚好倒数是第三部，这首就是《钻石堂》，就是我专辑的名称，然后也是国外帮 Britney Spears 写歌曲的作曲人帮我写的。好，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《钻石堂》。轻易投降，好看的包装不一定高尚，打开再欣赏，有没有中奖？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糖，让你闪闪发亮。闪亮的闪糖，是甜蜜的梦想，我们都在身上。收藏爱的理想飞翔，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幸福掌握在你手上。失恋就像苦糖，是吃没饱尝，酸甜苦辣，干事就要坚强，热
要风雨全场，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先对他让你闪闪发亮，是甜蜜的梦想，我们都在身上，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幸福掌握在你手上，我不想生活总好像被寂寞搞得绝望，我期待遇到那尘埃在我内心四方，受伤，幸福掌握在你手上。